牙人为了生存，讲话方式一定要够凶。西班牙讲话也要大声吗？为了生存，一定要大声。生存？因为我们要排队那个东西，大声的比赛，你过大声就人家才理你。那我就开始了解，好，西班牙是一个适者生存的国家。所以是因为你都没有吃面包，你太脏了呢吗？好，二分。今晚11点，东森超市33台哦，二分之一强。